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慧，欢迎收听收看由中国广播网及纽约佛光山道场联合录制的《纽约佛光》节目。让我们恭迎纽约佛光山道场住持永固法师，师父吉祥。台长还有我们的观众、听众、菩萨们，大家平安吉祥。时间好快啊，师父，怎么好像才刚刚过完新年，现在我们就要迎新送旧了这个表示台长是过得很充实很愉快、否则呢、有一些人呢叫做度日如年他会觉得时间怎么那么慢这个疫情还没过去，总觉得好像好像遥遥无期这个漫漫长夜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天亮台长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时间过得好快表示台长一直是或者忙着或者是是很开心的生活着是，我觉得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跟师父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向师父学习请教一些有关佛教方面各方面带给我们人生的重要的一些话题啊，或者是一些提示感想等等。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礼拜的盼望很快就在眼前了，师父。那么在这一年的过去，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想请教您哈，就是今年这一年大家过的压力都很大，疫情好像没完没了在我们的身边，这是我想到在古时候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瘟疫，好像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惩罚吧。我们怎么样从宗教的角度，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待目前的这个状态，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中，在迎接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再鼓舞自己，再进步，不要那么样的沮丧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台长其实呢，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台长几次呢都会问到说，是不是老天爷给我们，就说这场瘟疫也好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是肆虐全球是不是老天给我们的惩罚台长提过几次但我始终都不认为说这是由外在哪里有一个更高的力量然后给了我们什么我始终不认为其实自业自得叫做自作自受福祸无门为人自招是我们自己把它找来但这些往后这种病毒照说如果大家有注意一些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国家的带领者当政者是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是的他还不知道比如说一个气候暖化这不是说哎呦现在温度怎么那么热这叫暖化其实不是只有这样有的地方该热不热该冷不冷有的就是气候的这种好像颠倒过来了那有些地方就是强降雨淹水有些又如何但另外有一样东西悄悄的在进行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察觉的那就是极地这些本来冰封在这个数万年的这些冰层底下的这些古代的这些病毒它会因为这些这种极地的这种冰层溶解然后当然我们会有机会挖掘到这些天然的矿物原油这些资源觉得很高兴又有的用大家还去抢夺这些地方北极南极这些封冻在冰层底下但是不要忘记了古代的这些生物为什么会比如说突然的死亡大量的死亡然后它就被冰封起来了但随着这个融化的话溶解这一些怎么讲
好像冰冻在底下的生命，它当然不会复活了，不过、里面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是保鲜期，也是会随着解冻了哈，它们也会被释放在空气中水就是海洋里头还是会的哈，所以以后还会更多啊，我这样讲真是很抱歉，感觉好像在诅咒什么，那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我要讲一个，我说它悄悄的随着这些这永冻层一直在溶解出来释放出来但是我们人呢真的是很迟钝哎，不知不觉的没有感觉这样的那但是这些科学家我感觉很无力啊，他就是他释放这些资讯啊这些数据啊这些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就是好像鸵鸟的心态我看不到我不知道哈。但是实际上这些还会层出不穷哈，真是很抱歉我这样讲哈，但我只是觉得小老百姓怎么办？好，因为决策者您就说决定了整个的政策啊、方针啊这些哈，这些是我们小老百姓好像是一种共业，就很无奈要去接受。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说各位看我这个今天选用的这个背景是我们纽约协会佛光会在参与不管是我们协会在开会的固定的背景或者是跟世界大会北美联谊会这都是代表着纽约协会的一个背景的标志。我又讲起佛光会，其实就是说刚刚台长讲说走过这一年，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是好像很无助很无奈，就是接受这一些那我们刚刚开完这个纽约佛光会的这个年度的会员大会，是真的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因为这十几个协会再加上童军团一个童军团就分四个团，大男童、大女童、小男童、小女童，就四个团，青年团还有三好儿童班等等这些包含中文学校那个在大会上在做这个会务报告的时候，除了协会比较整体的各个分会各个分团在报告我都觉得即便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段里头在这段时期很多人坐困愁城，但是呢这些会员信徒他们跟随着佛光山佛光会的这个团队的这个脚步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就是向前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但是你加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它是朝着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利他帮助人的这个方向在走你一个人力量有限，但你在这个团队里头这是一个大我的力量带着我们进步带着我们前进你问所有这些参与佛光会的或者道场义工的这些信徒会员，你问他们会不会做困愁城，他们会说忙得不得了对哪有空困在那里是不但没有困住，而且还要去帮助别人怎么样离开这个这一段愁城这个所以我觉得不要坐以待毙必须认知啦，就是说这个大环境既然我们没有足够大的那个影响力量去改变国家执政者的某一些决策那我们必须要至少我们加入一个团队，我们仍然不断的前进还有我们心安不要惶恐要有方法我是觉得要反正都要在这个时候跟他共存就是新的年度2022年
很快我们送旧迎新啊，大师写给我们对于未来新的一年2022年写给我们的这个过年的啊，这个春联的啊法语啊，是祝福的话、嗯、啊，也是一个有启发的话，写的是什么呢？处世无畏、嗯、和平共存啊，处世无畏、啊、大家都知道啊，师父在大概五年前、啊、其实、嗯、脑部、啊这个有一个大手术、啊啊、当然手术之后呢、啊、要能够提笔再这么样写这么多字是不容易、啊、所以师父在这个脑部的、啊、这个问题、啊、发生之前、啊、是差不多不到半年、啊、有一次跟我们讲说、嗯啊、未来十二年的过年的春联呢、啊啊、这个话、嗯哦、我都写好了、啊、当时我们还问了、啊、说哇十二年都写好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吗，就是不行，怎么可以现在就拿出来一年一年拿出来对对对、哦哎、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说、是你比如说2022年、啊、其实我们大家、啊、撑过这个疫情的这个围绕在我们身边、啊、充满在我们身边、啊、两年了，前面呢、嗯就是虽然从一开始很惶恐啊，这怎么回事啊、嗯、好可怕，医院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啊，这样、哦、尤其我们在纽约、啊嗯、那很快的哦哦，这个就稳定下来了、哦嗯、那之后哦打了疫苗了啊，如何哦，好像就那个内心里头呢，对对，就觉得比较有一点着落了、哦、是、啊、但是呢到这一年呢又有点麻痹了、啊、有一点就、啊、哎呀都是这样的、啊、反正都打了吧、啊、应该没关系吧、嗯哦嗯嗯啊、什么聚会啦什么 party 啦、啊、也会掉以轻心的、啊、对 我就觉得然后过了这两年、啊、在这个尾端又出现一个新的 Omicron，嗯、对、这个感染力很强的哦，是、啊、是，所以目前政府都还在宣导着哦，这是很严重的啊、嗯，会有美国会进入什么情况的哦，就有这么在说啊，哎，所以又就是有一些人又好像要继续这个在家里头又有一点憋不住了，要出去、嗯、出去又心有一点惶恐啊这些啊、嗯嗯，哎，那。就每一个州好像态度也不一样了。哎，师父在这个时候帮我们写了这两句话、啊、作为一年的、啊、叫处世无畏、啊、师父告诉我们不要惶恐，不要陷入那种恐慌恐惧，要处世无畏、啊、当然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啊、包含人跟病毒之间、啊、对对对，处世无畏，处在这样的时局里头、啊、不要恐惧、啊嗯，和平共存，处世无畏，和平共存。和平共存，我就觉得哇，这个大方向出来了、啊、病毒它不会就这么消失、啊、因为它也很努力要存活，它好不容易是是是好不容易复活，它怎么样继续生存？它把我们人类全部都弄死了，它也没得活，它依附我们人类嘛，啊、所以它会想办法降低它的强度，对对对、啊、然后扩散它的传染力。然后让我们人可以活着，然后它可以寄宿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只能说加强自己的抗体，这个抗体当然是、啊、你是注射、啊、来的也好、啊、或者你本身、嗯啊、你自我、啊、加强、啊、这样、嗯啊、那总是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个抗体 啊,、哦嗯、啊要加强，只有加强自己了， 你也管不到它了、啊、到最后你出了一个疫苗，针对一个疫苗，它后面一直出新的病毒，因为这个看来、这个极地永冻层都在溶解了，嗯嗯，我觉得这个 很无奈、啊、跟这些目光如豆的政客共存的时局、啊不好意思、啊、有些还是我们的朋友没办法了，真是都讲了很无奈的话，但总是呢我觉得我们有以待之，不能只是挨打，是不能只是做困愁城、嗯真的有以待之，加强自己的抗体，
啊，然后跟他们和平共存，啊，就是怎么样都要有力量，否则你只是困住自己而已，啊，嗯，其实台长，我们今天本来讲哦，要延续上一周的那一个字，觉醒的觉，还是睡觉的觉。哇，这是两者，哎，一个是醒着，啊，要觉醒，一个是睡觉。嗯，师父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会同一个字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呢？觉当然是醒过来嘛。对。那我印象中说以前这个造字哈，嗯，它这个上面是一个学习的学。是的。学的上半段哈，那个子就省略了。是。那个孩子的子，学习的学哈。对。然后下半段改成见。见。对啊，就通过学习然后有所发现，对啊，通过学习然后能够看到学到这样，啊，是通过学习啊，那个就是觉啊，嗯，当然觉做动词的话啊，就是刚刚讲啊，醒觉的觉，对啊，觉知的觉，对啊，那做名词呢啊，就是好像知觉、幻觉、味觉、视觉啊，嗯哼哼啊，这样它都是念觉，只有一个地方啊，要睡觉的时候会念破音字。对，就是睡觉睡眠呢、啊，我们是在醒睡之间不断的在串联起来的。是的，啊、对，所以它还是那个觉的意思啊，只是说、我们比较强调是处在没有醒过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读睡觉。嗯，哎。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当然也不是在说文解字啊齁只是在这个啊已经即将我们在下周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是就是2021年最后一次2021最后一次对、啊、对下一周这一周是倒数第二次我只是觉得这个为时还未晚、啊、这个还来得及、哦、趁现在、利用这个跨年的力量我们要跨过去、要真的趁这个机会你看一年之中你有几次会反省、对于过去、这么长时间、在这、过去这一年或者过去这些时日、什么时候会反省有的人、经过一个活动一件什么事情、你像说比如说佛光会是他每一个活动之后他都会有一个有一个好像检讨一样的嗯哼就我们做下记录作为下一次的一个提醒一个参考都会有一个活动这个就是后续的一个整理建立保留档案的同时也把优缺点那个成功在哪里有状况在哪里都会做一个记录作为下一次因为 到下一次可能就一年后又多久以后、啊、对那佛光会它随着一个的活动都做这样的功夫那我们个人来讲真的这只有靠个人有的人他不重视无所谓啦我反正忙过年嘛以后再说那像这样子的他就常常会好像是那个线叫做什么、毛线毛线团那个毛线团哦对常常是一团的对他也找不出太久了他找不出那个头理不出一个头绪那甘于这样那这辈子就是这样过要很清楚这辈子就这样过你愿意吗那真的要心有不甘啊这个时候要想我怎么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啊是那现在永远都是最好的那个当下是最好的那只要你有这个认知有这个决心这个你说哎呀这么多年没得整理了那没关系啊你就把你这最近觉得心里头什么事情稍微写下来想到什么就写想到你想到什么就写你可能会写的三件五件有的人一写可能是十件二十件没关系你就写满满一张然后从这一张里头你再去挑选有一些
机会过去了，没得看，没得回到过去去处理。好，那就先不说，那有一些还来得及的，再写出来，把它挑出来。好，那有一些很重要、很紧急的，现在马上，那有一些，是要做，还可以缓冲一下。好，你就这样子分。分的慢慢的你自己会有一个九宫格一样的啊，哇，首要的次要的哈、啊、如何如何啊，这个生命的九宫格就会出现的啊，整理一下吧，整理一下啊。那有些东西哈、啊、我在看了、啊、这个日本的这个三下英子的这个人生整理家啊，是这个当然相对相衍生出来哇好多 啊很多这样子的整理术也好，整理家里的收纳，整理心理，整理人生，整理什么、啊、这样子的啊著作啊说法都很多， YouTube 上很多很多、啊、我在想断舍离哈、啊、这三个哈、啊、其实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哈、啊、哎，断舍比较容易。比如说断了、啊、就是有些东西用不着的赶快施舍，就是结缘出去送出去、哦、有一些想要买的东西 啊其实、哦、我真的讲像我们这个已经 年过已经、我今年刚好60岁嘛、对，过几天就60岁、啊、是 我想啊年过半百也好、走过一甲子也好够了、哦、我们这一生该当要用的物品哈、哦、够了哦，啊，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你的衣服，坦白讲，应该穿个10年20年，都也不会坏吧，对，哎，就是少买，啊，这个断除这一些贪欲啊，好，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啊，但是舍呢比较难，舍是什么呢？啊，我都习惯，我从以前啊，看收集了好多这一些啊，我舍不得把它处理掉。这个是我最近一直在想，我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我也遇到。如果说，比如说围巾，其实坦白讲，我们在那种寒带地方哈、哦，常用的、我像有人送了新的围巾哦，坦白讲，我们都原封不动啊，手套、围巾。帽子、什么、这些、御寒的衣服我都全新的交给总务去处理、其实我们常用的是是、常用的、这个围巾我在想、可能围到我往生都不会坏吧，是、这顶帽子应该可以戴到进棺材了、就是说这个断除买购买的欲望 这个呢比较容易做到、我们比较不贪嘛，我也没有要去跟人家比赛啊，这个钻石要几克拉啦、这个服装要多时髦啊、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比较不会这样、某一些场合够用就好、也不用再增加、那但是舍、对于一般的人、这个感情要放下、比如说你过去珍藏的相片啊，这个相簿都几箱啊、就是重要的选出来给他 scan 到电脑里头去，还是怎么到这个hard disk 里面去哈、其实以后都不是我们在看，人家要不要看你留那些相簿对你很珍贵、对人家来讲很难处理耶、所以还有好多的证书，好多的什么什么这些、那对我来讲呢，我处理书籍是比较舍不得，但我就把它分梯次嘛，第一梯次、就是适合大众阅读的，我全部都送给图书馆，那第二梯次就是自己、要看还没看、很想看、舍不得送的、我给它放一边，还是放着还没送出去、以后慢慢看、但是呢、要给自己设定一个 deadline。 就是如果我在一年两年真的人家设一两个月我是不会，因为很多事情要做，我不敢设定一两个月、那大家看情况吧、所以这个舍比较不容易，其他断跟离还是可以做到、不同层次的、总是要做到老钱整理，
不要等到自己动不了了、啊、在那里心里着急、啊就不好。所以这个年底其实好多事情要做、哦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说好多事情要做，看来我们要预留给下一周、啊、对，谈谈送旧迎新的话题、哦、我最后要要给大家一个讯息，我看看啊，好，这个，来，我换好了啊，看到了，哎，是啊，哎，这个呢，就在这个星期三，十二月，你看啊，22号星期三，十二月22号，是、嗯，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对，有一个叫多元宗教祝祷会，这个是什么呢？邀请大家啊，就是这个海报上面啊，有没有连结的资讯呢、啊？嗯都有。那总是上纽约道场的网站可以看到这个连结哈、哦。是、哎。那这个呢，是我们纽约协会发起邀请啊、嗯，纽约各宗教界啊、哦，那还有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相关代表啊、哦，是特别为我们美国中部啊，前两周不是有这个龙卷风造成很大的。这个灾害、因为这个其他的新闻很大吧，比如说这个新的病毒啦，这校园的这些枪击事件呢，人心惶惶，这件事情呢好像在一波起来就过去了，是的，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它，其实这个灾难仍然存在，受苦的人仍然很辛苦，所以呢纽约协会呢就发起了这场的祝祷会所以邀请大家到时候上线一起来为这个地方也好，为美国也好，为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一起来为他们来祈福祝祷，好吗？好 好，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再为听众朋友播出几次，让听众朋友把它记下来，包括他的这个 ID 还有 passcode， 好不好？我们也会跟师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希望这一年平安。是，大家都要平安，好吗？那今天就到这里了，祝福大家，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